何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韩假期旅游行程播报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行程团号系 DH21717， 打造暑期超值旅游线路。东莞梦幻百花洲主题景区，除花卉观赏之外，景区仲精心打造 5D 动感影院、亲亲动物园、梦幻长城、蝴蝶生态园、文艺汇演、机动游乐园、白鸽广场、哈哈镜乐园等游客参与及科普教育的主题景点，动静结合，老少皆宜，齐齐参与，乐不思饭。银城酒店是东莞市首家五星级酒店，曾荣获中国旅游业标志性饭店建筑称号和金客房奖。酒店位于东莞新城市中心区，方便行街宵夜。酒店拥有各类型客房333套，欢赏舒适，豪华典雅，置身其中，游于家中。免费康体设施、泳池、健身室等，包沐足时玩30分钟。食酒店内海鲜自助晚餐、酒店内自助早餐、酒店内中式自助午餐三大自助餐上阵，玩真系丰富，住真系舒心，食真系美味啊！仲有选择咩？快啲报团啦！我哋大韩带大家尽情玩个开心。